什么？铁男一击反爆你的野？我没看错吧？我的开谁？这么厉害？铁男打野这么强吗？中路线短，得把线放出来，推进去放出来才能进攻啊。我都进攻不了。宝石补到了。但魔动器可以把它越了。不行了，随便杀。过来，哎，咬住，哎，英 Q， 别急啊，我还挺顺的，但我想出输出装啊，对吧？他要送塔了。小法师让一个吧，他不要。这个血量一套还是能约，怒气太多了，我有点燃的。被动又好了，不过应该也还是能约他，这个只是加那个减那个控制，好像不减伤害。
来，干什么？这来了，找他去，好像找我来了。看我的闪现怎么用。Q 点触发新石。贴 AD 用了一下，我感觉我应该早点闪，早点闪说不定 ADC 不用死。结束他，咬住，跑来跑去。来吧，我来吧。露露有大，冲！算了，我有点事，我要回家一趟啊。你好。怎么样？觉得我鳄鱼怎么说？有没有一点点流畅啊？我记得先锋是可以从这里转过去的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我试一下。
我记得还有可以开车那样撞，从这儿好像也能撞到这儿这边来。可惜我没有那么多先锋可以试。铁男锤人有点痛哦，把复活甲打掉了。金克斯输出好高啊，差点把我杀了。这装备太好了，他四件套了。就是我们两个老实人在这拆塔，队友都去追人了，两个爆破，每一刀都是520啊，可以的。